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这个炎热的夏季，大家是不是已经热到透不过气来了？那么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咱们找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，非常的美，没有炎热，也没有被污染的水源，更没有随地的垃圾。小编所说的地方就是冰岛的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。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地方，这里到处都是茫茫的冰雪，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，看到夕阳西下真的是美轮美奂，公园里真可谓到处是景。大家是不是听说过黄金大瀑布？黄金瀑布就是在这个公园内，凶猛的河水咆哮着冲下一个又一个陡坡。罕见的是，在这冰雪世界里也不会被结冰，景观十分的美丽。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景色，就是热水塘。这些热水塘无时无刻都可能喷出巨大的水汽柱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这个热水塘其实水不是热的蒸汽，而是一种冰雪反应。这个景色跟周围的雪山相互交映，真的是美轮美奂。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最著名的就是史费拉裂缝，它是连接美洲和欧洲的重要河流。在这条河流潜水，你可以同时横跨美洲和欧洲两大板块。这还不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河水非常的清澈，能见度可以达到水下100米深。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惊讶？为什么这么清澈？因为这里的水是来自朗格冰川的融水，这水一点污染都没有，甚至一条鱼都没有，水下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石头，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听到小编的介绍，是不是对这里蠢蠢欲动了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